觉得是一个很长期累积下来的事情啊，因为看到有人丢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跟着丢。对，然后，但是通常你看到有人把垃圾捡起来，你通常不会跟着去做。对，然后，对，这我想就感觉空间很脏乱，这个文化素养。会，我觉得会，像士林夜市，可是因为他们没有垃圾管制跟那个资源分配，就是没有说增加垃圾桶，可是现在乱丢人还是很多，就是明明垃圾桶在前面，他还是乱丢，就有一点点帮助吧，我觉得。台湾没有什么垃圾桶，手中有垃圾，没有垃圾桶就丢，可能垃圾桶太少，有时候不是手上有东西，然后又没有垃圾桶可以丢的时候，就只能乱丢。找不到垃圾桶，我也没有垃圾桶，垃圾桶太少。